饭。大鲍鱼，鲍鱼啊，我再给你们科普一下，来，这底下是鲍鱼排泄脏东西的地方，然后呢，拿把小刀从它后面啊，给它插进去。这一块啊，都是鲍鱼的内脏，你得给它去了，连着它这个嘴巴，嗯，哎呀，你看这一串啊，都得，哎，回归大海。然后这个肉啊，你看，哎呀，这个时候你想不想来一口？我给你尝尝 ，Q 弹 Q 弹，那叫一个爽！给我来个双击。